咁啲 gloss 方面咧就有兩個顏色嘅，咁佢而家用緊嗰個就係一個金金地透明嘅顏色啦，咁另外咧仲有一個粉紅色。咁其實咧今次咧個系列都好特別，因為係威尼斯啦，咁所以咧上面嘅顏色嘅名咧都係同威尼斯係有關嘅。咁譬如好啦 ，model show your hand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嘅新嘅甲油嘅顏色咧，咁呢個甲油嘅顏色咧就叫鋼刀拿嘅，因為係威尼斯。Thank you。咁啊，另外譬如之前頭先我跌爛咗嗰個綠色嘅 eyeshadow 就叫 Mulano 啦，咁就係都係威。